跟你的距离又缩短了3厘米呢？为什么距离反而拉大了？算了，下次再来打招呼吧。是你。对，是我，我想见你，所以我和你考了同一所大学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，我也一直在等你。你在等我？摄影协会最多妹子啊！同学，你在叫我吗？对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叫易希珍，高中的时候是你隔壁班同学。我记得你叫方佳悦。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。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高中同学。你是医学院的吗？对对对，我是医学院。那太好了，以后咱们就是同学了。正式认识一下吧，方佳悦同学。易希珍同学，如果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暗恋，我也坚信现在的我已经能够与你更靠近一点点。